嗱，今日喺重本嘅第五日咧，琴日咧成日都落大雨啊，边度去唔到啊？好啊，今日哦好天啊，又可以出外啦。Yes， 今日去一个地方好正嘅，我人介绍嘅。但官方有一句说话令到你一定会去嘅，知唔知咩说话？绝境。当然绝境啦，系佢话咧，只要你睇过一次，就会终身难忘嘅呢个地方。哇，咁正，我留唔去啫。睇过。呢个地方咧，应该有好少人去嘅啦，因为一般人嚟重本都系去上高地啊、成安高原嗰啲啊，再唔系啊黑布嗰啲啊，吓黑布峡谷嗰啲咧。呢个地方系最少人去嘅啊。今次我又揾一啲少啲人去的地方去啊，嗰地方去过啊，如果谂住重游咧，谂住再去都冇乜惊喜啦，因为已经知道晒啲地方啦嘛，所以今次都决定唔去啦，去一去啲比较僻啲或者系少啲人去的地方啦吓。我话自己都少去嘅，未去过啦都系啊。呢个地方叫咩咧？其实前两日谂住去嘅，叫大丁，大丁。犀利啊！大丁，大丁市啊，要搭火车去嘅。喺松本就搭火车，大概一小时咧吓。好，而家就行去搭火车去大丁。个火出发。个火车站名叫信浓大丁，听个名都正啦，系咪啊？啊，喺酒店行个零字嚟到松本驿啦，跟住去大堂买车飞啦吓。当日重本，我去信浓大丁680啊，边个？信浓大丁啊，边个？呢度啊，680啊。我哋系搭去南小谷方向嘅列车，9:20，即系4号月台啦。啊 ，OK。4号月台右边，9:20。系咪呢架？唔知系咪呢架咧？南小谷方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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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小谷開始的時候，我們要先按下這條路線，這路線很正的，在初頭設計的路線時，打算停大丁和停白馬，這兩個地方的風景是很漂亮的，但是一查酒店，那麼貴貴的，幾千的，那裡到最後就决定不去啦，改为喺呢度就搭车去大丁先啦，白马都唔去啦，因为啲车费又好贵，来回好犀利啊，所以拣咗去大丁算啦，跟住翻去，跟住改为行长嘅边上去去啦，新宿啦，呢条路线就啲酒店比较平好多数啦，因为呢两个系爬山地方，因为大丁同埋咧白马咧系。爬山地方嚟嘅，啲房租真係嚇死人嘅，見到又唔會去嘅啦。咁啦，好啦，開車準時啊，9:20。車程大概係咩咧？一小時咧。先瞓咗覺都好多雲喎，個雪山，不過有排就好白啊，白到啊，見啊，
啊，都要同埋放。啊，所以把头用咁样嘅。呢度係安雲區啊，安定。不過我唔知係雲字嚟嘅，都唔知。喺超市成日見到啲橙啊、蘋果、提子啊、香蕉都係喺度生生產。不過最奇咧，到都係農田，好犀利啊！我知兩邊都係農田嚟。哇！哦，嗰個安雲咧，佢日字咗雲，應該讀雲字啩？有邊讀邊咧？無邊讀上下咧？唔使咁嚴肅啊！呢個站又有得嘅啦，收集個印啦，幾靚嘅印咁樣咯。影張相就係嘅啦，而家我哋都唔太多啦，收收埋埋都唔知擺邊度，而家就係影張相算啦。點解水龍大丁個站嘅大堂啊，幾靚嘅，幾過癮嘅，好古雅嘅嚇，全部都係木做嘅嚇，幾靚。候車室都係啲木凳啊，木做嘅候車室啊，幾靚好靚。車站外面的地下很怪的，有個教你去哪裡的路標，可以叫做地下路標，公車站、廁所都有。信隆大丁翼外面有間觀光外來所，如果需要旅遊資料就咩啦，就去攞啲啦。不過我哋都係啲行程好簡單啫嚇，周圍行下啫，都唔需要咩啦，攞啲咩資料算啦嚇。不過都入去望一望啦，係嘛？啲地圖嗰啲啦，地圖啊，唔需要啦，我哋都。假如需要攞啲資料，攞到好多資料喺度。好啦，嚟到邊度啊？信隆大丁啊！第一個行程就係咩咧？去邊度啊？龍巨村公園，噔噔噔噔。有啲人叫龍巨村河村公園嘅。噔噔噔。因為那個公園喺龍巨村側邊啊，所以叫龍巨村河村公園。嗰度咧，好似係話呢段時間有鷹、有啲雌鷹同埋櫻花睇嘅。噔噔，行去唔係好遠嘅，行去。第一行程咧，這個今日行程都好緊湊嘅，好多，仲要行山突然間。去公園先啦，OK。
喺度行去，应该我谂三个零字啩。啊，不过好多人都系搭的士去嘅呢度，所以见好多的士喺度。嗱，头先咧，火车站前好多的士嘅，一般旅客一落车就赶住搭的士去个公园嘅啦。但系我哋当然系行下街道啦，几位靓，即系唔行晒啲啦。其实旅行除咗景点之外咧，行下街道都系一个，其实应该都系节目嚟嘅，应该即系以我嚟讲，当然系好多人都唔系好承认嘅，诶、哎、去乜嘢街道嘥时间。啊，几个人？个高嘢顶住，顶四本书啊！哇，犀利啊！哎，几钱啊？喂，屋几靓喎呢度啊！又壁画，几有 taste 喎。花油菜花哇，这个乡村四处都被雪山围绕住，好威力。哇哦，假如是搭的士不行路呢，就错过了一些美景，真的嘥啲啦。哇，好靓好靓好靓。哇，个乡村好靓啊，新龙大丁真系一流啊，咁靓个乡村嘅人。呢间发廊嚟嘅，几鬼靓啊，真系，哇，真系，唔知系别墅原来，叫 Ohala Head Design， 哇！我 check 过咧，呢啲又系冇快剪啊，诶，冇咁方便啊，剪法就我唔使 design 啊，我系快剪，只能剪搞掂。大丁市啊，大丁市咧，信隆大丁。啊！條街道都好靚，好靚。啊，乜咁香啊？知英啊，油菜花乜都有。嗱，從信隆大丁火車站穿過漂亮嘅農村啊，哇！沿途風景風光如畫。步行大概我諗，我哋慢慢行咧，就三個零字啦，應該嚇。四个字到咧，就嚟到龙巨村河村公园啊！个龙巨村河村公园。